看一下刚组装完成的啊，不锈钢大功率的台锯哈，看一下啊，这款咱们选用的是不锈钢机体啊，机体的面板为3毫米厚，机体的厚度为2毫米厚啊，看一下，无极调速，速度可任意调节哈，想多快就有多快啊。靠山为铝合金，这个挡板呢为亚克力的啊，里边的电机为895电机啊，锯片为直径100的切割锯片啊。看一下啊，打开开关，调速。非常的好用啊，家用切割一些小木料、小木块啊，非常的实惠啊，划算。小小轻便，放在家里也不占空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下角的黄色购物车直接去购买啊。